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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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操你妈的！苏南姆巴佩是用副边打，我们看过，但不得不说，其实还蛮像，但感觉像是没有吃饱的姆巴佩啊。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科比在那里去讲什么？没有、欸，直播我直播可以关了吗？我还需要看吗？干怪怪的呢，干法国一定干那个饮料都被人家加血啊，干只有这样子才能踢成这样。啊、我在想他妈的这个是不是科比给他们下药还怎么样？干、欸、连这个平常开过半场都不行、欸，开踢了，开踢了 ，OK。不得不说，足球这个运动。身高是不是没有像篮球一样占比例占那么重？你他妈，你每个身高打的位置不一样，就跟你那个控球后卫跟中锋的身高位置不一样，概念是一样。可是你前锋高一点，不是还有机会可以用头锤进球吗？你前锋他妈，你就是他妈去进攻这边球场，他妈要顶进球，那跟你没关系、喔。干你他妈的，你只要能这样子带球，这样一直往前撞，干管你他妈高还低啊！你要是盘球盘得好，你两百二十公分也没差、啊。偏激肥宅，当炉石赛评的时候，你直接在直播台睡觉。评论足球、篮球这些你一年都不一定碰得到的运动，突然又可以侃侃而谈了。好了啦，偏激肥宅，你有没有下啦？偏激肥宅，那唧唧歪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聊一下都不行了，聊个天都不行了。我跟你也就是四年看一次足球而已，管这么多有的。我跟你讲，翔龟有招呢，有招。你以后你跟你的龟嫂，你就去外国找一个龟嫂。你就去弄一个那个混血的响龟出来，看在国外生长出来的是不是就有机会可以去踢足球。你啊，我又不是什么他妈运动健将，找我是有个小用哦。不是，你不找姆巴佩，去找一个他妈的那个女生踢足球锦衣的，看要不要跟他来两管，看能不能生出一个他妈超级姆巴佩，梅西、罗纳度，三者合一，有我们 C 罗的身体素质，梅西的盘球，姆巴佩的速度。罗纳度的那个鬼神操作，他妈混在一起好了。我有个小用哦。阿良是你有下法国我的，你们打个加一我看一下。好了啦，赢钱要这样羞辱别人哦，何必呢？还没有。妈的，你赢下阿根廷赢钱了，这样子要这样子洗人家脸哦。啊，不是啊，我好奇关心一下。现在就是要装说，干，其实法国还是有点机会这样。哎呦，这主教找他妈的法国零零呢，到底在踢啥小啦？干啦，是我在看踢球，不是看你们在那边散步了呢。至少他妈要射正一下吧。法国现在的射门次数是零，射正次数是零。阿根廷射门次数是9，射正次数是5。控球率法国只有45%，传球数306，成功率只有77%。阿根廷的传球成功率有85%，干怎么差那么多啊？切，科比改下阿根廷4-0，你自己注意。哎、欸，姆巴佩，哎、欸，姆巴佩，哎呦，不可能啦！干，姆巴佩已经没招了。现在他妈的，一拿到球就是4-5个上去包起来，给他不让他玩。姆巴佩，可是姆巴佩刚好快了，他刚边线抢直接切进去。再快也快不过他妈的人多。他办哪？蛇马，蛇马，有。蛇马了吧？那谁点？凯利门巴佩吗？古伊兹曼跟吉鲁都下去了、欸。姆巴佩，吉鲁下去了。这压力大靠北，这才是真正压力大，这比0-0压力大差太多了。等阿贝点球，我叫你爸。姆巴佩点球厉害吗？哦哟，还是进，还是好极限哦。2.5大扳过了，踢球都不假动作的，都跟你决一死战。不过我现在突然觉得有点小怪怪的。你知道怎样？不会法国再踢进一球吧？不会啊，15分钟吧，加伤停补时，顶多15分钟吧。15分钟再进一颗，我跟你讲，老话一句啊，老哥，该进前面就该进了。梅西被，干嘛？梅西怎么掉球了？靠腰，梅西被干倒嘞！靠腰哦，前面都不吹。昆明一直在 DC 讲一些小话，什么一直叫什么姆巴佩跑快一点。干嘛？凯利姆巴佩，啊，成功了！
小，沙小啦！凯里·本巴佩，干你娘！哎，要进延长赛的，输！刚那球谁射进的？我没看到，那谁？本巴佩啦，超车了，金球超车了，干你巴佩！哎呦，大力金刚腿，干好猛哦！沙小啦，干干你长焦朝现在哦，开始爆气哎！靠腰前面四五十五五六十分钟都在演哎，干连续踢进两球哎，姆巴佩，两分钟进两球，靠腰嘞！廖显廷是偷下阿根廷啦，不是啦，干我不想看梅西输哎，干因为是姆巴佩干嘛？干嘛？喂，干嘛啦？干二，好奇怪哦，干姆巴佩的长焦哎，干鬼！你问一下，你问一下，奎比有没有下阿根廷啦、啊？干你，你还不要闹好不好？真的不要害梅西啦！哎，干，不过屁眼怪好像 也发大财了。屁眼怪这辈子都不可能发大财的。他现在赢的钱，那就是明天下 NBA 哦，根本就没差、哦。哎，干嘛？哦，没事没事，看错看错，靠腰了，靠腰，妈的 VOD 啊，叫啥小？你第一天看球、哦，奇怪这个角度就不会是他妈的第一视角。楼成员赤足已经踢到他妈最后一场的他妈八十八分钟了，他妈还没有还不会看球，操！那这个你没有在认真看一点哦。看一下两人是回来看啊，这个姆巴佩这球，我不得不说，很像接那个蓝色监狱那个杰斯一用的那一招、欸，直击哎、欸，就是不停球直接射、欸。八分钟哎、欸，好吃鸡哦杰，现在都变成法国在控球了呢，怪怪的呢。真的，而且我发现阿根廷已经很久没有那个了，很久没有把球拿到脚上哎、欸，怪怪的。也不是拿到脚上，就是没有过到那个白色攻击的那一块。但下半场风云变色哎、欸，没有下半场立场对调，现在变法国一直在轰网门，一直轰。干，这就是他妈的廖前廷，快滚啊！小龟在爽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没有很爽，我现在很怕，干是你在爽哦。干，我现在其实蛮怕姆巴佩马上再射进一颗，干。还得是你啊，廖老板。干廖老板好像干才是最大赢家哎、欸。干，难道廖老板先出招了？哎、欸、哎，干、欸、嘛？踩点十二码，干老师的。怎样？记录怎样？嘴臭啊！足球不能嘴臭啊！足球嘴臭也是给你一张啊。哎、欸，聊一次，如果吉鲁在场下吃了两张黄牌出局，这样子上场上的人应该不会减少，应该不会吧？啊，那下场就不会了。那没道理，场下的人不臭烂啊，都最后一把了。哎、欸，干嘛？干嘛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很危险，很危险呐、啊！哎、欸，干嘛？啊！断掉。OK， 没事。哎、欸，他继续超车。看你姆巴佩跑超级快、欸。有人骑摩托车啦！看他为什么？他看他刚从后面冲到那个禁区，超级快、欸。靠，要有人偷骑摩托车啦，好奇怪哦。干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四足帝王，我一定会去检举。法国家还有一波哎、欸，不要哦，拜托、哦，不要开玩笑呢，好好防守啊！裁判要给他们一次进攻的机会。可以换阿根廷，可以快攻，可以吗？有机会。哎、欸，单刀，靠你了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不切进去？啊！梅西！哎、欸，不是，为什么这个人？为什么刚这个人要停下？哎、欸，收钱！哎、欸，莫名其妙收钱嘞、欸！没有，反正我跟你讲，我也没有要给啊。你很聪明。我下的球是最稳的球，因为我只下不给。你下多少，我下多少，怎么样？没有要给啦。收钱喽，宝贝。Good night.